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诺诺，欢迎收看《兄妹生存》第36集。我正在找粉色龙舌兰呢，因为我要做香宜水果拼盘。妹妹，我们需要好多小鸡蛋，那两种食物都要用到。啊？那好像除了养鸡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呢。那就养吧，我做个自动的。小可爱们，你们猜我们准备干嘛呢？嘿，其实就是闲着无聊。我们兄妹俩决定赌上一局，用相同数量的食物去驯服大眼萌，然后让他们决斗分出胜负。20个香宜水果拼盘我已经做好了哦。我们把鸡养在哪儿呢？底下跟牛养在一起，9个减碳器够了没？应该够了吧。话说这个减碳器我还是会的，就是看哥哥做的是不是比我的更高级了。这个鸡蛋怎么放进去呀？啊？那我试试看哈。我把头顶的方块都挖掉了几块，但还是放不进去呀。空间太小，咱们还是倒着放吧。用漏斗把鸡蛋吸上去，这样也行。说说我们的赌注吧。好啊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如果你输的话就给我做两个火箭背包呗。啊，还不为难啊？你知道提前箱有多难吗？嘿嘿，总得要有点点难度嘛。那行，你输的话就叫我师生好哥哥。啥？你也不嫌入麻？我不嫌啊，嘿嘿，就说你敢不敢吧。我，哎呀，我不能认怂啊，再说也不一定会输，对吧？好，成交。这傻哥哥一激动就忘了放鸡窝，这手速真是快得让人心疼啊。40个鸡蛋得等多久啊？不等了不等了，我们先去驯服东东。哎呀，迫不及待想听好哥哥了呢，嘿嘿。你急着找虐，我也不好拦着你。但是每个人十个，最多只能训两只的吧，太少了没意思。再做一些。最后我们每个人做了20个。完了完了，又遇到大胃王了。别呀，啊，换了我7个。来，第二只。哎。他就吃了一个，哎，好开心！这样的再给我来一打。哥，你带变奶枪了吗？我忘了，你也没带吗？你先训着我去拿。我还是等着你吧，周围这么多怪，我怕一只都带不回去。最后我们各驯服了三只，这样还挺公平的。来吧，把装备脱掉，开战了。我们同时朝着对方射了一箭。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反应啊。哥哥开了攻击玩家的权限，再打一下。哎，打起来了。但是东东之间他不互相打架呀，他只打人。哎呀，我还被打死了。哎，我知道怎么办了，打你，我看你打不打。嘿嘿，打起来了打起来了。不对呀，你的三只合伙打我这一只啊。他们想各个击破呗，嘿嘿，聪明吧，就跟主人一样脑筋巨滑。哎呀，你的兄弟都快被打死了，你再不帮忙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哎，他还真去了呢。哎，这就乖嘛。在我们的操控之下，他们越战越勇，想停战的时候只要让他打一下，新的运动又开始了，嘿嘿。啊，你耍赖我不认，我要退游戏。我主动挨个打，怎么就是耍赖的呢？啊，我三个的时候都没这样，气死我了你！我那是为了引战，你这才叫气人呢。算了，大人有大量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反正你也会输的，嘿嘿。好吧，今天你赢，明天继续，赌点大的怎么样？赌就赌，谁怕谁呀？记得我的火箭背包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，我们下集再见。